欸、Vicky， 我朋友要去租办公室，他问我他家有没有哪一些方式。你觉得我会跟你说吗？我们是自己人，应该可以吧？嗯，好啦，我这边是有提到可以告诉你。第一招就是尽快决定。哦，你是说我明天就答应马上付定，这样子会比较便宜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是最直接的方式。那还有别招吗？第二招的话就是不要越缴，全程一次缴清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还有别的吗？现在还有一招可以杀到很低的方法啦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像双方即将开幕前都会有一个蛮低的优惠。哦，那黑林即将开幕的康复馆也有很低的优惠吗？没错，康复馆虽然还没完工，但是你可以以最低的优惠率成功。赶快叫你朋友来租了啦！